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宇谦。我这一次即将和叶永士老师和香港小交响乐团，我们会一起演Mozart 的 Concerto No. 5，然后即将会在台北和台中做这个演出。那希望到时候在音乐厅见到大家。